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我能开上去吧。啊，不是你上去不带我的？嗯，来，带你上来。懂你。来，我知道怎么上的吗，兄弟？没带你上啊，兄弟。我知道了，来吧，咱们俩一起走，不能太远，太远会飞过头，兄弟。这里是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，就这个。过头了，稍微再慢一丢丢就可以了，兄弟。往后面走，这个上楼顶酷不酷，兄弟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哇，坑爹呢这是！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如果扔到那个窗户里面，然后一只雪的车进去炸死两个人。我爹！窗户碎了，兄弟！你们怎么把窗户炸碎了？我觉得速度还要再快。我前面过去差不多就在那个绿车这里开始开，然后开到那里就上去了。哇，差一点！你那个开的位置不对，不要转弯，你要就是在右边一点，然后我直接往这里开，直开就可以了，角度调整好，直开，然后直接。没问题，兄弟。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，再往左一点，绿车那里，绿车的右边。我们也行吧，本来。哎，对喽，对喽，就这里。I believe I can fly.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. 这蓝胆飞人呢？我上去了。上去了。你拿命上去了呀，兄弟！你别管嘛，我上去了。你下来呀、啊！你再不下来，你人没了。油是有的。不是你这车，你这，嘚儿，你看马海涛死亡日记，兄弟。你这也太 low 了吧！马亮，我有个办法，你把车打开。你先下车，我有个办法，我真有个办法。我们在这里顶他。你神经病啊！干啥？不炸了吗？小马小，你现在必定能上去。你现在激发你的潜力，上不去你就要被炸死。上帝，马小，鬼火杀娘，少年马小跳。马戏团今天，要么就杀死。我去下个圈。你他妈歪了，兄弟！这是啥呀？马小，你现在必定能上去。对对对。